我家少爷突然中疾过世了，刘少爷遭雷劈了。啊！在下穆谨言，乃荆轲探花。这是天意，生了你的聘礼，我就是你的人了。等到案子查清后，你是否会对我死心？那若是我帮你破了此案，你可会对我另眼相待？原来是落花有意。 流水无情啊！你别以为你是皇子，我就拿你没办法。这几起命案虽然错综复杂，但却互有关联。只怕这个贤王是阴，而16年后的今日便是古。穆大人真是神机妙算，不过这么聪明的人。 不能活在这个世上！放手啊！